好，你好，我是诺斯。今天话我们来继续进行我们樱木花道的辉煌生涯模式。那我们在上集影片之中，63寸的樱木花道基本上在禁区里面被 Larry Johnson 以及 Cover Up 脚爆两个人轮番碾压。那么在听从广大网友们的建议之后，我决定把樱木花道的身高的话直接调整到68寸，并且体重也调到218磅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模板 Dennis Rodman 一模一样了。那与此同时呢，我也将另外一个人，也就是我们的泽北荣治，把它调成6尺6寸的身材。因为我记得好像无论是漫画还是动画里面有一个叙述，就是泽北荣治去到了美国之后，因为他身高的关系，所以他只能打到控球后卫。但是我相信在大学这几年打完之后，他现在来到 NBA 之中，身材应该可以到小前锋的基本身高6尺6寸了。所以我这边给他调整成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也算是蛮合情合理的。独行侠队在当年没有选择 Dirk Nowitzki， 则是选到泽北荣治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啊，让他们提早20年选到卢卡当奇的感觉啊。好像现在樱木花道来到68寸的那，我们这边想象一下要来对决哪个球队会比较有趣一点？我们干脆就直接来对决一下12月20号的达拉斯独行侠队，泽北荣治来对决 Michael Jordan。我现在这个组合肯定是这个彗星撞地球啊！我们就直接把前面的比赛全部都给模拟完吧。哦哦哦哦！今天公牛队还是很狠的哦。目前为止可以拿下19胜9败。那我们这边先把前面经验值给加总起来吧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那我们这模拟约莫2个多月的时间，那么这总共获得21332点经验值。那首先我必须加总，绝对就是我的罚球啊！我的罚球实在太烂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这边随意加个20点左右，至少到60，你是能够罚的，好不好？那中距离我也加个大概到25左右好了。好，那这样罚球就到60，然后中距离的话就到50，然后接着的话开始做一些徽章。我看他有一个蛮缺乏的徽章，就是我们这个定海神针啊。定海神针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他必须在内线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防守能力啊。直接给他加到金牌。那这里虽然我的火锅已经到达顶级，但我这个城市里面的火锅的话只有44评分，所以我这边可能啊，我不管了，我就这边给他加到60。因为我必须把这个追梦大师给点出来，然后挑战者这边，因为我原本就有这个银牌，所以我会给他加到紫牌。那现在还有大概3000多点的话，就直接给他加外方，这边增加14点的外方。虽然我这边说是增加14点了，但是这样增加上去的话，也只有39点，真的惨。他全部都是冷却是怎样？没有一个地方会投篮，靠呀！好，现在我们的樱木花道就拥有了81评分。好，那这里的话我们就来直接对决达拉斯小牛队啊。哇，这两个人直接对决，梦幻共演啊，我觉得是每个人都期待看到的事情啊。好了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就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比赛啦。哇，其实小牛队的战绩比我们还要好一点点。难道小牛队是我们在总冠军赛最难缠的对手吗？应该倒不至于啦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比赛的话，今天开始啦。我一样是从替补出发，大概每一场比赛我会场均上场20多分钟左右啊。现在的话，哦，看到6尺8寸的樱木，那看起来就很合理啦。来，挡开出来，让 Steve Kerr 做一个3分球出手，有机会吗？中距离，篮板，哎呀，这球弹的位置不好。篮底下，这位叫做 Swingers。是这样念吗？这个球员好像真有其人啊，然后他好像之前在马刺队有打过，我看起来他速度的话应该跟不上我的、啊。来 ，Harper， 这边再回给 Lonely， 好，来一下中距离跳投，哎，首先觉得是他的那个吨位太大，我实在很难扛过哈。挡拆，拦下一个火锅，哪戏啊？好，这边有大打小机会啊，给拦下。OK， 犯规犯规，两罚都没进啊！篮下，这边再一个火锅，好球！哦 ，Simpson， 那个火箭队民宿，哇，叫我一个68寸打辛普森那、啊、是世界大难题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Harper， 完了，我爆了！哦呦 ，Steve Kerr 居然扒了辛普森火锅，哎，好猛哦！哇，这让我想起那个当初 Nate Robinson 扒姚明那一球啊，好狠哦！来固定位置。Upper， 给到 Simpson， 有干扰到，哇，二楼投篮啊，不公平啊！在那个年代，我这个身材应该是要打到小前锋的、啊，6尺8寸。Upper， 杀到篮下，转身上去要犯规 ，OK。这边，哇塞，为什么每次都要对上这种就是身高超高的球员啊？拿下，好，篮下这边直接上去，左手上篮 ，OK， 一个挡拆之后有个机会。不过我刚才是很怕那个 Sensius， 就直接一个火锅给他。哇，他们两个人，两只老大出啊，我是真的怕。
哇，皮蓬拉个三分，五二半，哇，再抢回来，来 Lonely 一个挡拆，我要来一下抢篮板，哇，抢不到，抢不到。哇，你那个篮筐都没打到啊，还是我应该绕出去，我不应该想抢篮板，不是啊，我觉得以樱木花道的个性啊，他也不会管什么就是战术什么的、啊、看到篮板就要抢，对啊，你没办法隔着三个人扣，那就是你没本事啊，你不能怪我在篮下堆一堆人好不好，两人挡开，差点掉球，你就回来，你接球靠背咧，哎，你看到球在那边你往后跑怎样，他会投三分球，虽然是这样，居然会投三分球，完全对这个球不熟。这个转身切篮下，禁区面上来 ，OK。哇，今天第一次个得分啊！虽然在第一节快结束我才开始得分。哇 ，P 本防守第一队等级的一个防守啊，难受的一匹啊！哎呀，不是啊，我觉得那个地方我对不起嘛。啊，目前为止的话是20:25，咱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好，我们现在。泽北荣治终于上场了，但现在主导好像控球后的样子，来一个转身篮下，哎呀，两个人扒一个还是没扒到啊。这个是 Mike Finley， 当初小牛三剑客之一啊，不过现在看起来三剑客换人了、啊、这个时空看起来不会有 Nash， 然后也不会有那个 Dirk Nowitzki 啊， Jordan 这个垫步往后来篮下卡好，好，现在来到这个第二节的5:40左右， Mike Finley， 哇，完了，左侧要开三分球了，这球是给到 Steve Kerr 拿下篮板，来这个挡拆，有个外线，来要切入禁区面，上去要犯规， OK OK， 要到要到，来，我这次我要尝试一下。OK， 我跟你讲，我要怎么样有办法罚到这球，就是跟他一起这样子。哎，嘿嘿，因为这是体感游戏，好舒服哦。好 ，West， 来个挡拆。嚯，他这么狠的吗？完了，把他欺骗起掉。刚那个情况好像是顶着人家头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刚刚看不懂他怎么打的。我认识再回给 Jordan， 拉开一下自己空间，应该打进去吧。哦呦，哎呀，难防！你拉开位置，篮板就很难抢得到、啊，特别是进攻篮板。一个火锅，妈！你在我天才樱木花道面前，你想在我这个头上上篮呐、啊，很难的、啊。林贝克他，我对他应该是没有会投三分球的印象啊，所以我应该是可以放他一点。Upper， 我们再一个挡拆，时间不够了。只能强硬投，哎 ，Pippen 拿下篮板，不管你们了啊！上去啊！你怎么直接拉人啊？干！来来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！啊！短了，短了，短了，没事没事，再来一次。有了，所以啦，用扔的会进啊，好不好？哎，怎么突然换人手了？日常肉人啊，干！这个挡拆，哦，这开喷，哦，太神了 ，Pippen， 回传给外线，应该是要换防了。哦，火锅送给你，底角，进投个三分，慢，还是被贝克拿回来。哇，转来转去，天上给我 ，Mother， 太慢了吧！看就在那搞我，哇，他是臭狐狸是不是啊？来，贝克，内切一个肉步上去有干扰到，拿下。Steve Kerr， 再回传，再挡拆，篮下切入直接上去要犯规 ，OK。West， 再回给 Harper， 我挺好奇一件事情，就是泽北荣治为什么他上场时间这么的少、啊，感觉啊。这关键时刻我们全员都在，为什么他都没上场？篮下 Jordan 直接上去没问题 ，OK 成功反超，一个转身，这个底角传球出手 ，Rebecca 这边被两人包夹，哎，一个犯规
我觉得像 Vin Baker 的话，就是一个蛮适合我的一个对手啊，就是他没有到太难，但也不会到太简单。来比较 Jordan 一个三分球空心入网没问题 ，Michael Jordan 场均37分哎、欸，哇，自家主场，然后出来直接抄截了，哎、欸，没抄到，哇，来其他有个灌篮机会来喽，灌篮高手，天才樱木花道有一个引领全联盟四号位的一个优势啊，就是他速度最快、啊。现在七分七篮板，再回来外线，是不是你可以投外线的？哇塞，我是不是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误会？你看，内线一个只手遮天，哎呦 ，OK， 哇，我们第二节的话就直接把对方打歪啦。然后内线，我怎么在那边起跳？该死，第一段，直接开始准备抢板，快投啊！时间不够了，你，我们帮你下个挡拍之后，就表示你要赶快进攻了。你为什么在那边给我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？来，第二节现在最后十秒钟左右，撞下，哇，好强哦！那个假动作行云流水啊，把我骗歪了。好啦，目前为止的话，45-42，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好，现在的话来到第三节7:20左右啊。那现在是Jordan下场 ，Pippen 要过，哎呀，是不是还是比较高，没办法。篮下，泽北荣治直接进攻篮下。哇，他那个切入速度好快。哎、欸，篮下进去上了。林贝克表示干，哪来的小毛头啊？先给中锋啊，因为没地方可以给啊。内线，哇，这给太慢了。我再重新组织一波。哇，我那个给的速度也实在太慢了啊！没事没事没事，快回王快回王，攻击力来，有了。有时候会被樱木花道本人气到流汤，你知道吗？到底什么意思？发现奋力，有三分球没有？我的前场批判，轰啊！你行不行？你行不行？拉起来中距离。他现在超前能力有拉起来的感觉哦，就在场上打那么久之后，他现在防守能力起来了，所以等一下可以尝试做一两颗的超级啊，没了，哎呦，直接拿下。Harper 有个优势啊，就是他身高很高啊，他可以直接站着把人家火锅啊。来 ，Hunter， 我也批判，对，挡开之后直接钻去篮下，准备抢篮板。哇，没办法，有一个天生外挂在那边啊，你妈的，又剩下40秒钟。来，我们的，你总不能抢过我了吧？阿特，再回 P 分，你怎么在开头了？我刚刚想说你今天15投8中，表现不错啊。这个火锅，完了，让你在那边看什么？我今天我一个人要出去外面守 Simpson， 那你篮下你要守好啊。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支冠军队伍里面会有一两个人看起来就怪怪的？他们进攻节奏好慢。他们每次都要大概拖到可能最后剩8秒的时候才开始进攻，哎呀，球给我，那些有机会篮下灌篮，可以，是不是又可以投三分球？你真的是，别跟我开玩笑了，李角，可以吧？现在又是打进去，快点，快点！为什么他们都喜欢站在那边，然后也不进攻，然后也不传球的？三个字超级可悲啊！哇，是不是又开头？哦，再回个外线 ，Harper 完了。我就真心不能理解，那你生涯三分球命中率是0%，一直投，一直投，一直投是怎样？我不说，以为你在玩买替模式啊！一直在外线投三分球，奇怪了。好 ，Valence 中距离，小没进，右侧 ，West 有人拦下，哇、哦，这个过人！漂亮，又把比数拉回。中特，先切入，直接进攻。哎呦，太牛逼啦！前去，啊！哎呦，来开始罚球 ，Vin Baker 已经示范了。再一次，哟。牛逼！真的，我要靠篮下进攻拿分太难了。
我大概十次上海里面中一次就了不起啊！我不起跳，我不起跳，我就是不起跳，怎么样？拿下，李锦瑶，批判，哎，我都纸牌卡位大师，终究卡不过这些人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投三分球了，我算我求你啊！哎、欸，哦，哈伯真球犯规，这板算我的吗？啊、不算，拿嘞、欸。啊，这下面挡拆，这波就不干我事情了，战术不在我这边。你总不可能罚球罚的比樱木花道烂吧？还好还好，两罚中一，两罚中一，拦下。哈伯不要闹，哇，被手烂呢、欸。这样打进我真没办法。来，板，哎，最后没拿下那颗。好，目前为止65-67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哇，现在来到最后的2分49秒啊，那怎么今天突然换成他来打四号位啊？咋回事呢？泽伟龙是这辈子打过四号位吗？还有一个超级好球，李贝克拿下来了，火锅。好，篮板，先传给 Jordan， 给篮下，哇啦，直接隔扣 Simpson， 哇，飞的比篮筐都还高了，哇，六分差距不难吧？李耀这边要怎么进攻呢？芬利这么远不会投啊？那球他居然进了，就 Jordan 自己打，篮下。翻进去再灌 ，OK， 有了，收到了，完了，是不是？我真的是没有人，任何人帮得过你。再球，傲线，就想拿下篮板，你他妈的，完了，请不会换下去了，怎么办？上去，听起来要犯规。哇，球居然没有罚进，完蛋！不过，干，这球还没进。哇，今天怎么大家全员熄火啊？这种比数的话是92-83啊。那没想到今天公牛队输了的第二场啊！哇，不是啊，我觉得。我们前面有机会可以赢的，但模拟之后，就是我们原本从第三节到第四节这段期间，突然之间被拉开一段比数之后，我发现我们就很难追回来了。好，今天泽北荣志上场短短的30分钟，拿23分4篮板1助攻2超截啊。那今天 Big Becker 拿21分18篮板6助攻1超截3助攻啊。那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也没有烂头很多啊，我今天还发了6个火锅哎、欸，我就只是篮板抢不赢对面嘛。不是，你要想一件事情 ，Big Becker 加 Simpson 这两个人身高都比我还高，60尺10寸跟70尺4寸，我到底怎么抢过他们？不知道我们公牛队内线，老实说，真的有待加强啊，我只能这样讲。好，那以上话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那下次比赛的话，我会尽可能去调试我们在这个比赛之中会发生的一些问题啊。我目前看起来主要是在于说，我们现在的外线跟中距的话，就只能交给 Pippen 以及 Jordan 去打。两个打不出来的话，照理说应该不会打不出来，但是你要知道这是 2K 嘛。2K 的 Jordan 跟 Pippen 老说打起来就没有特别的有那种等级的载制能力啊，所以有时候就真只能仰赖他们。他们没打起来，我们就真的很容易输掉。那希望下场比赛的话，比方说对决像是洛杉矶湖人队的这个 OK 组合的时候，那我们一定要想出办法来赢得过他们啊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影片，也感谢各位收看。那如果各位喜欢这频道，可以帮忙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随时关注我们最新的影片动态。那么最后的话，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